有一间美迪小区内面的饼店，两位退休的老师傅是甚么款体情怀，互因中操旧业？一块刀饼为甚么让单身目屎到要流出来？四个月大的婴仔竟然得为伊准备嘴口锁，这当中有甚么讲究呢？敬请收看本集《风味闽南》第八集。闽南通天下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闽南通节目，我是陈生。今天的闽南通红米闽南系列呢，继续要带大家来去探寻美食小吃。那陈生这阵来这所在呢，叫做后江地。那老人应该拢知影，这以前吼是有真侪工厂，那有一间工厂叫做厦门食品厂，不过这阵已经无去了。时间过啊，遐尼啊侪年，以前啊，厂内的两位老工人在遮开一间细细饼店，听讲内底拢是咱厦门的这古早味。今仔日陈生就带大家到店来去试看卖耶。这间小店，逐日早起大概八点半，卫生饼饼，搁泡一碗茶，几杯功夫茶压落去了，才开工。这已经是两位老师傅的习惯啦。林先生，我看你食的清气上。哎呀，啊可以啦，咱做食品的啊，就是咧。是卫生真重要，卫生就较重要，较注意啦，嘿啦。即阵是透早八点痛，你平常时也是即个时阵开始准备，是无？嘿，哎呀，做猪油饼，咱计差不多这时间。即个是啥物啊？这是猪油饼的干，做猪油饼咱是下午时先炒米粉，互伊发咯。哦，所以这是猪肉饼最主要的原料啊，对吗？米粉甲干母炒了，下一回发，啊，再时再来炒这个白糖。是，我感觉讲有一款那酸腻的迄个味素，就是有点仔酸酸甲浓浓的迄款腻味的感觉，对不？诶，因为咱这猪肉饼它是用迄个老干，甲落去发酵的嘛，所以就发酵下个时阵有产生一定的酸味。真香！我觉得可能大家伫咧电视机前闻袂到，但是我伫咧现场，我就真明显有法闻到迄款味。是啊。做猪肉饼的面团是用老面来发酵，需要提前一日，甲面粉、甲酵母准备好，搅搅互均匀，揢一下远，第二日再掺糖落去暖。寒人甲热人的时阵，咱这福家这时间是不是也无相？你准备的这时间，对，伊这寒人甲热人也是时间有差别嘞。因为你发酵是着甲温度有关系嘛。那寒人是较短的。寒人就时间就较长。哦，寒人时间。哎，因为是伊这温度，温度较低咯，所以发酵就较慢。哦，我知道。可能也差一两点钟，还是？对哦，就差不多差两点外钟，有时啊，你若是那像咱这阵设备较好咯，有保温箱就较无要紧咯。哦，伊会较平均。啊，你若像以前自然发酵的，有时就提早真早，差不多下午时就差不多六七点有，有时啊就去发酵咯。所以即个就根据这个经验，吼。是。二三十斤的面团全靠老木师傅的一双手，甲白糖慢慢软入去面内面，这叫做蔗糖。看起来软正轻巧的软面，其实真讲究体力。我拄只看你创啊，真轻松呢。你唔捌创的，你就心情就好个。是咧，演的正是真重。因为这个真。很真黏，啊，真有弹性，有拉力。所以是超点外钟哦。哇，这个真费力哦。啊，超了就怎样？就是安尼一直超。因为我着粉合起来，嘿，着安尼个，搬来中嘛，边啊个搬来中。我安尼中无。嘿，是
是所有的物件计都。你来，你来。哇，这个就。白糖粉的料。所以你鸡巴拢安尼连出来。哎呀，啊白糖粉的料来就来落边啊。所以这个动作也得紧是无？系啦，你当然就是咧，你这个就紧着啊。所以阮拄只咧翕的时阵吼，我咧想讲，因为这个角度。阮的摄像师时阵就是立伫个即个角度咧翕的。嗯。阮拄只想讲要甲即个桌顶放线出来无？结果林先生是无法的，因为伊的引力，引力就一定就有一面即墙来去堵掉，对无？好，你根本无法度。无，这桌顶有时拖落会走。所以因为吼，你是有即款几十年的即经验，所以你咧做即个太轻松啊，那亲像是你手来的一项即艺术品上。软面。接近一点钟，汤粉已经充分地跟面团融合，软好的刁饼面团已经真软了啊！原来是固体面团，好像是一团白色凝固的牛奶，慢慢啊流动向四周围散开。林师傅讲，这二三十斤的面团，差不多有法能做五六百块的刁饼。亚杰太帅了，亚杰太帅了。哇！所以这阵是开始要成型啊，对不？嘿嘿嘿，开始成型对，开始要切。咱叫刁饼，还是叫切切的嘛，所以叫切刁饼。哦，是切刁饼。哎。哦，俩色俩色，对不？就是嘿，咧创一下呢，啊，抓一个大概的角度啊。动作太紧啦！啊，切落了的时阵才温盘，哇，才落盘，哎，大概就是安尼。动作非常的紧，所以先温一下这对不？为什么要温一下？刀咱惊黏嘛。啊，你就袂黏掉对不？嘿，咱这刀伊这面团较软较 Q 黏。哇。所以计着刀计着沾这粉。太紧啦！一粒有放。安尼做几个？咱阵咧做差不多几十五六百个啦，五六百个。嗯。林师傅讲，较早饼干手内面有两个人负责切，一日八点钟，两个人有法切六七千块刁饼。这道工序讲究就是一个字：紧。我来试看卖。好，来。来。然后再炒到更黏。我们扁豆公卡叔做无好，我家己食，因为伊讲卖袂出去。来，老板，给我信心者。所以这个就是安尼。然后。你这第一好，你就夹刀刀肉，唔通夹。哦，唔通夹只。夹刀肉，你哎夹夹刀肉的时候，你才好将啊对力度。好，小撇步好滴啊。安尼吼，差不多。哎，咱正常，阮咧切就是着，咱这手着小拉一下，较袂切着较伤长啊。好好好好，我知影。安尼先拉一下。哎，头前后你做服务，你着做哩。好。你安尼粘掉咯。粘掉要怎办？为什么？哦，我手着唔错。然后咧。你这个，啊你这你这样你袂使，哈，啊你这已经失败啊，失败，我太难了，哈哈哈，你无就失败，哦，所以那是失败，你袂使阁做，因为形也无水啊，对不？是啊，迄个形袂水，我都无放落盘咯。面团真软，阁有粘性，对初学的人来讲，八号软甲粒的力度是成功的秘诀。诶，我你讲，这个捏下。捏较碎，捏较歪淡薄，捏较歪淡薄。这因为这真紧粘，所以咱咧做变真过着真紧，对无？啊，你该好好过，好过去，用这个该好过。切了，咱个好过去。紧张。好过啊，因为伊这个头粉是啥？啊，然后咧，按这个捏起，按这边捏起，来抓起来，对，啊，然后咧。捏起来就是要稳满咯。稳倒一边，稳这边啊。你捏起来就是这边稳，哎呀，我看伊真紧，但是，啊，你是不是失败啊？啊，你就失败，你就无型啊。第二个搁再失败，好，搁给我一摆机会。那我切一下给你。好好好。好，来呀。来，关个两个。关两个，啊你。两个个温膜，哎。
再来，你来去，紧。好，稳啊！然后嘞？但是，啊，然后你就安尼，甲抓去盘顶。哦哦，佮佮安尼支起来，安尼。对，啊，对了，来这个放下来哟，放这边嘿。伸。起来。爱你的形容是有点么爱哟，这个是真细腻的爱你，真是真大方的爱你。但是真是你做迄个心吼，就是真碎真电。然后我做的这个就是，啊，你拄仔开始学的，你无法。即拄仔开始学的，我知影，反正做这个就是你得一气呵成，你袂使两母停的，对不？就是你得规个行云流水，手气倒落。无一丝仔丢毒，一块猪肉饼就带伫个林赛的手顶诞生啊！切好的猪肉饼，整齐放入去烤盘内面，投入将近300度的烘炉内面，烘6分钟左右。一块一块色卡金黄、口感爽个面的猪肉饼，新鲜出炉啊！我是对透早8点，然后一直到即阵下晡时啊。然后林先生刚好有闲坐下来，咱泡茶开讲一下。哎，是啊是啊，你也辛苦哈。无无，你也真辛苦。然后林先生，我想要问一下，你对什么时阵开始开这个店的？哎，我16年年底来店要一下开店。哦，差不多7年呀。哎。然后你是讲你从几十年前就学做这物件？系啊系啊，十几岁就。学堂出来就去饼干厂咧做临时工，哦，到我7、9年，才大人退休，补完做正式工，做合同工。所以咱拢知影，这个后工第一家以前是厦门食品厂的食品厂的第一家。那食品厂甲饼干厂是相反的，还是讲？原对伊也像一间厂，但是伫个后壁佫有分开，佮合作迄有几落摆嘿。哦，所以有个人讲伊是食品厂，有个人讲伊是饼干厂，啊，其实就是分分合合啊。退休了以后，林师傅感觉讲传统手工艺愈来愈少，为着甲老手艺搁较好传承落去，伊去招相款对厂内面退休的歌手，踮咧后工地，甲一间有淡薄偏僻的店面搬落来。顾客基本上拢是附近的老熟识。恁即阵有传承恁即号的即个手艺，有传承互下一代无？或者是有带迄个师爷无？哎，即阵就是讲即款手工工作，较少年的较无爱做啦。哎，少年的较无爱做。所以恁家己的囝也无来学即个物件。原对囡仔有来经济效益会较差嘛，所以落尾工厂就迄边落尾才转来开店。所以囡仔还是着去做伊的工作咯。因为可能感觉讲咱学做时间长，啊个辛苦。啊，然后亲像安尼的一个点心，伊其实卖也袂讲真贵，哦，对无？还好，嘿，是啊，所以讲。所以讲，即阵可能愿意学做的人会较少。较少，因为即阵少年人，毕竟计大家较有读册，吼，伊也爱想按较较大个方面去发展。学即款手工的阵就真少咯。哎，啊，就是讲，咱也是有哪咧场地，也有咧招。哦，你若讲拄好拄到会适合的有缘人吼，也想要来好，哎，会对拄好会拄好，咱也愿意跟传承跟教。太好啊！啊，想讲从这个手艺改传承。是啊，无咱囡仔做啊，即阵十几岁做啊，即阵其实对这个产业、对这個产品、对产业，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啦。是当然的。对这个行业，咱有。做遐久有一定的感情，当然咱也是感觉讲有一寡物件是较可惜，对啊。阮也是安尼一直致力来你做一些代志，哦，来希望讲大家人安尼的哦来关注这个产品。哦，即摆会叮当会做，恁两个继续该传承落去做落去。哎呀，就是安尼啊。
顶部做刀柄，下部做嘴口锁，这是林师傅逐日一定要做的工作安排。嘴口锁用料甲制作过程看起来搁啊简单，面粉、白糖、油甲鸡卵，就是主要原材料，搅和均匀了以后，就甲面团凝做脆脆散散的状态，才有法人来印模。推出去，不要压，往下压，推，就推就好了。对。哦，就是这步是硬会散去哈。散掉了，但是也是要用力的。当然，都是体力活。安尼对吧？安尼你较无够啦，你。啊，是无够。开，哦，得该硬开。给它推开。这个看起来是很简单的，但是你的专业就是在这边嘛。你看林先生的感觉就是说很解压，那我做的感觉是真加压力。好，你就好啊。你差不多啊，看啊，回头你用机子那个。这个桶会较爽。来甲烫过。我看会响啊！你拧了以后，伊怎像像遐粉同款？即阵就愈来愈哪像粉啊？之前搁一格一格。对啊。吼。拢会做粉料。伊安尼粉较少，再滚下。林师傅讲，就嫌这套无久。也是拜托人用手工雕刻的，曾经伊也试过不锈钢的，最后发现讲，要是插做的模具用起来较顺手。一碗、一盒、一卡、一摆模油精密的嘴口锁，真多的排列大碟刻板顶面。观众朋友，恁无伫现场，恁若是伫现场诶，亲像我，你诚实是震惊到我这嘴无法合起来，就是伊诶这规套诶这款动作吼。还有他在做的这个气势，你会觉得说这个时候你对心里非常的尊敬，还有佩服他们的这款坚持，就是几十年啊一日的做一项事情所练成的这款技艺。林师傅自己算过，一块烤盘摕77个，一个下晡自己有出炉100盘的嘴口锁。对对，差不多就这样子。喂，为什么？感觉因，咱那是卡的，迄落人另外出。你卡两个，因就松啊？为什么？你看边头已经有松动。好，来继续。哦，一模你卡派。哈哈哈！我操烦。差不多了，你可以是还是倒不出来了。你可能啊，我看见，像这边就有啊，这边底下这边就没有。那不你帮我烤，我真是你烤了，我来倒出来。你来倒看麦。好，我倒看麦。我让你倒回出来哈。然后再从后面。我再给它敲一下。敲一下。好，来，我试看麦。用力一点。我真惊，把你这个冲坏。不会，那个没那么容易坏掉。粉尘这么太难了。啊是啊，但是这就是讲你通过你平时咧做，掌握一个经验，啊，就其实真容易啊，无什么难的啦。所以我感觉咧做啥物件，那咱人生的智慧耶。但是有的时阵袂使太超过，啊，有的时阵你把握迄个粉尘袂使太松，啊，袂使伤过硬。一个度，哈，一个度。你。用过了也不好，用不够也不好，好的，因为多就将来就多香了。小白子。上入去烤箱的吹烤锁，
大概3分钟左右就发出炉。点闽南，脆口酥，那是地道顶面经常看到的地皮。大地闽南，伊阁是一项丰收的主角。这就是端出炉的脆口酥，然后非常的香。即阵我闻到就喜欢真香，遐牛奶味的遐感觉。然后摕一个给大家看卖。咱闽南阁有一个真重要的这个习俗，盖油棺。大家应该记得，就伫囡仔四个月的时阵，有一个收暖的这仪式。然后迄个时阵呢，就摕一条这个红线，然后串一串这个脆口酥，跪伫咧这红棍顶面呢。然后摕这个脆口酥来给囡仔收暖，这其实非常的重要。我一讲，相信咱真侪闽南人啊，马上就想起来。脆口酥新鲜出炉，一四季香滚滚，炭烧来泡一杯茶，这是老的闽南上轻松的时光。春天的日头晒在身躯顶，感觉真烧热。然后在安尼的一间古早味的这小店门口，经常拢有摆咱老的闽南吼进来这茶盘，然后泡一杯这个功夫茶。马上啊，要不来试看卖咱传统的、咱古早味的这两项糕点？咱先试看卖脆口酥，大家先看伊的这形状，是不是那亲像古早时的迄煎饼？咱厦门是一直拢叫伊脆口酥，为什么叫脆口酥呢？我感觉真形象，就是伊下入嘴的时阵，予你的第一个感觉，非常酥脆。就伫嘴后呢，因为感觉讲这两边拢是香味，食脆口酥一定要配茶。总算知影为虾米，即脆口酥，我放流传遐长的时间，大家拢真爱食，因为真是有一款真特别的迄个味素伫个内底。然后呢，伊一粒一粒碎碎，你配茶的时阵，一粒抓一粒安尼食，食起来也袂感觉咸。刁饼并不是贵气的美食，但是伊就是有安尼的一款魅力，一食入去，脑海内面的回忆就马上现冰起来啊！第二饼是我第爱食、第爱食的，咱厦门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小食。第一，因为我细汉的时阵看到伊的这形象非常的可爱，那一条爱心的，所以我真感觉第一摆看到迄形状就真喜欢。然后呢，伊食入嘴，虽然讲伊是第简单的这款原料甲食材，嘛唔过伊食入嘴的时阵，会乎你感觉讲就满足诶，然后迄个米粉伊诶迄个味素吼，甲你平常时食到伊是完全无相像诶。搁有一个就是，食到即个，我就想起阮翁公，因为我细汉诶时阵爱食猪肉饼，伊经常会买猪肉饼互我食，所以我感觉美食黄感觉诶，即个意义是伫诶倒落诶，就是讲伊有真侪。你的记忆，你的真多的这个笑脸在内底。那你一世人吃到这项物件的时阵，你拢有无相款的迄感受？那这款感受就带着这个味素，在你真长的一生当中，伊拢存在。我想这就是美食带予咱的所有的念念不忘的意义在内底。利用伊承载情怀、唤起记忆的，大概都是美食啦。老味素是时间的味素，也是情感的味素。这里面有留恋，有唔甘。但怀念老味素，其实是怀念人，怀念迄个予你第一嘴味素的人。就算时间的流逝，但咱若想起来，记忆的深处总是印刻下未去放未去的滋味。